首先准备好所需工具，刀、尺子、刷子、剪刀等，处理好模种，分片模模线，根据产品分出两个片模或多个片模，使产品容易脱模。分片模线定位在模种的最高点，且要从不明显的结合部位走，把模种固定在木板上，再把模种木板固定在另一平面上，模种与另一平面要垂直。把模线以下的部分用油泥堆满，油泥硬度不能太大，堆的时候要贴近模种，不能有缝隙。用手沾水把油泥碾平滑。堆好油泥后，还要均匀地打上卡榫，错位，卡榫离模种1公分左右，这样便于合模，使模具不错位，将四周多余的油泥吹掉。在模种上均匀地涂上脱模剂，脱模剂可用清洁剂或肥皂水，并用气枪吹干。根据产品的结构、复杂程度、大小来选择硅胶的类型。像此模种花纹复杂、精细的产品，要用粘度小、硬度小的硅胶。这里我们用红叶的 HY6I8 硅胶，把硅胶与固化剂按2%到5%的比例混合，搅拌均匀后抽真空。抽真空抽到负0.1兆帕，这样可防止做出的模具气泡，影响产品的质量。如没有抽真空机，可减少固化剂的添加比例，以延长其固化时间，释放出多余的气泡。抽完真空后，把硅胶均匀地涂抹在模种上，第一层硅胶的厚度小于1毫米，以能薄薄盖住模种和油泥为准。待第一层硅胶固化后约15分钟，刷上第二层硅胶，第二层硅胶的固化剂比例要比第一层的高，硅胶固化的时间控制在5到8分钟。刷完第二层或第三层的硅胶，待硅胶不再流动时，在硅胶上面粘贴一层纱布，以增强硅胶的强度、抗撕裂度，然后再均匀刷上一层硅胶。视产品大小，适量增加一层纱布，一般不超过2层。待硅胶固化后，即可做树脂外膜。由于硅胶与树脂不粘连，所以在做外膜前可省去刷脱模剂的步骤。首先均匀涂上一层树脂，然后均匀铺上一层玻璃纤维布，接着再均匀涂上一层树脂。大件模具需铺3到5层玻璃纤维，小件模型则1到3层，这样可使外膜有一定的硬度，不易破损。待外膜和硅胶完全固化，即可做另一半的模具。把油泥拆掉后，把堆积的油泥清理干净，然后重复以上的步骤即可。拆模，待外膜和硅胶完全固化即可拆模，将整个外膜及硅胶膜拆下。检查硅胶模具，用手模机或剪刀打磨，修整硅胶膜及外膜的边缘。拆开的片膜，使用钻孔机在模具的连接部打孔，使用螺钉进行固定。至此，硅胶模具制作完成。一般24小时后，硅胶模具可投入生产。